站台立吧。需要卫生纸吗？哎，这个周末就是赫赫有名的万圣节了。我们接下来介绍香港很有特色的一个石板街，里面有很多很多打扮应景用的一些装备，我们去看一看。是个披萨。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呢？现在带大家来中环街市，感受一下很应景的万圣节街市。干嘛？难不难啊？拿不拿了哦？俾我试下喎。哎呦！哎呀！对对对对。哦，有难度哦。进行规划之后，加入了很多文青的创意，所以这边有全新的风貌感受。现在看到吃的、卖的东西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吧？很有创意哦，你知道那些灯都是以前街市在照的那些鱼肉啊、菜啊这些要贩卖的东西的灯，他把它缩小之后，把它做成一个创意的组合。千万要找专业的化妆老师，小朋友不要在自己家里画，上次拿到了奇异笔，两礼拜都洗不掉。这里是一个复合式的万圣节体验馆，现在这边是餐厅部分，可以看到它的布置有没有，都很有气氛吧。然后呢，待会儿会有那个小丑来为我们调酒，让你吃得开心，感受一下万圣节的气氛。你晚上好衬你啊，还没敬我们的四大鬼王。喝这杯之前是不是要先说一些话呢？希望我明天还能看到你们。哦哦，你看右边，这是一个电影体验馆，欢迎有空来看一看。坐一坐，里面有啲位置可以嘅。呢度搭 lift 噶，呢度系搭 lift。真系 lift 啊？系啊，你哋准备搭呢个好啲喎。哈哈哈！你要变身做 Jason。Let's go。Let's go hunting。唔系啊嘛，啊？佢过嚟啦！需要卫生纸吗？他最近肚子不舒服，所以要继续拉下去。Let's go。你系边个？呢位。Jason 的女朋友，万圣节快乐！大家享受这种气氛跟乐趣啊！有些时候心情放轻松，就不会害怕了。OK。Oh my God！Hello，Hello，Happy Halloween！
Happy Halloween！